呃、哦，我们这边是 Summit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有非常多的成果。那首先一样就是早上听过，就是 Summit 是大型会议会办在五月四号五号，然后在中影院，然后现在还在征稿中。那刚我们有不少的讨论，就是呃原本是说 cover paper 只剩下一天，但是我们刚刚讨论之后，觉得呃应该会直接延期到选后，让大家有比较，就是选举之后会有比较多的时间。 呃，去 develop，去发展你的题目。那这个详细的，就是详细的截稿的时间和内容，和我们发展一成轨的方式，稍后会整理出来。所以现在不止有一天啦、啊。那呃，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还蛮需要人跟我们一起讨论说，哎。 从现在到选举之后，哎，到选举期间，到选后，要怎么样去跟在地的人去结合？然后要怎么样去跟呃 NGO，或是怎么样跟海内外的公民社群去挖掘？因为现在好像以前十年前 GIV 刚成立的时候，动能是非常大的，因为大家都想要写城市改变社会。可是大家慢慢遇到一些实际上执行的困难，或者遇到一些整合的问题，或者说现在有一些人已经进入政府体制做事。 在新的年代，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？所以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一起加入讨论。那我们当然还有持续在增志工。那我们今天有做的，我们今天原本有设计一系列的，就是宣传用的名图，就是包含就是呃征稿，甚至我们包含描图。那有开始去发展。那我们同时也呃整理了一些关于上面的媒体的素材包，甚至以前投稿的内容，或者说以前上面的资料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上面的官网看看。 那甚至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先订阅上面的电子报，去 follow 我们的筹备的进度。对，然后这是我们，这是小猴，子刚刚画的，对，就还不错。然后这是截稿的延期的一些相关的图表。对，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 follow 上面的筹备的内容。那我们会详细的把就是延后整稿的讯息，就是呃，在网络上公告给大家。对，那就谢谢大家。好，那我们。